做咩啊？想揼我啊？讀小學3年班嗰陣，我已經知道打人係冇意思嘅報仇方法。咁即係點啊？想請我飲茶？咁買股票，你想贏都要預佢蝕嘅。我相信有你幫我手，可以幾倍賺翻嚟。有冇興趣過嚟鬼親幫我手啊？條件即管開。你呢個問題真係好有問題喎！你覺得我會幫你啊？ 我嘅信念係要成功就要同叻嘅人合作。你過嚟貴生幫我，比起你喺敖堂得嘅更多。真係唔好意思，我個信念同你嘅信念唔一樣。將不可能變成可能，都係我做人戒言之一嚟嘅。我今次真心欣賞你夠天任，除咗你，我諗唔到有邊一個可以令到卓啟堂出手夠天任。咁可能個天都會睇唔過眼嘅。 我哋呢一類人信天嘅咩？你真係冇興趣？唔係因為我爆你係咪就係黑手，所以你要報仇啊嘛？估唔到小氣嗰個係你喎！救翻方家，等同救翻香港，你覺得我會因為咁樣而嬲你啊？你未夠班。咁又係，你設計迷債害咗咁多人，你係會內疚嘅。救翻方家就當幫你贖罪。 喂，你入咗行咁多年，點解忽然之間咁有良心啊？良心我不嬲都有，係你冇啫。呢個世界冇聖人，個個都係罪人，包括我同你，注定咗要落地獄嘅。多個盤咁唔好咩？我都覺得自己會落地獄，不過地獄分好多層，你咧一定係最低嗰層。 Duncan， 你想去温哥华揾翻 Janice， 咪放大假去揾咯，唔使辞职噶。我都去揾过 Janice， 但系佢好似人间蒸发咗咁。所以就算俾你揾到佢，我觉得你唔好抱咁大希望。睇更多 TVB 精彩节目，欢迎询问各电视平台订购优惠1877798938888。